其实我们今天要征询了，但是我们事前已经有稍微探寻过他可能的意愿了。三重现在还要再开会讨论呢，哈。那我知道，因为原来哈，高志鹏这个席次就是雨天第一次赢得选举嘛，在这个区就是陈景俊、雨天、高志鹏三位，然这个扎根比较深嘛。那我知道三重的我们地方的公职哦，应该大部分是倾向于让雨天来选，我还没有问呢，哈。那李亚平好像说希望雨天哈能够有一个完美的句号，好像希望他选，但是说他没钱了。他说选了好多次，已经没钱了，卖了五栋房子。所以他意愿是有透过太太表达，但我们还没有去实际征询。哎、欸，我们今天要征询了，但是我们事前已经有稍微探寻过他可能的意愿了。不，我们很快的会完成哦，征询跟这个决定的程序啦。那原则上，如果雨天有意愿，我们应该会优先来考虑他了。